哎呀，玩他妈六个这个蓝枪贼难玩，三年之内不可能再玩一把蓝枪。高端的对局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操作方式。忙碌了一天的刘师傅掏出了打野男枪，往事涌现 ，F 换子弹庞佛发生在昨天。F 换蛇皮，我一级把闪现用了都能赢好吧？只是没必要，这样自己玩的不舒服。接着不要眨眼，刘师傅这波与红 buff 的拉扯够黑猪学十年。哎，我他妈的！在下路传统四包二后，无敌他又来了。已经结束了，我已经无敌了。我前期只要能拿到一个人头，我就已经无敌了。这把游戏已经由我接管了。六了，我出去，状态不行。我的剑按不出来，我操！呀，我这智能施法，我玩兰博大招没改，我裂了呀！这波被手动施法刚克了。有一个人姓柯，叫科比。漂亮。科比失败后，刘师傅又开始了他的顶级拉扯。哎，我他妈想退。哎，失误了，人有三级。哎呀，这波太晚了，我脸都红了。是不是在上？我来了，不知道敢不敢再赢哦。开始尿了。哎，怎么被他妈尿到了呀？哎，肯定可以宰他。差点被反杀了吗？呀，二杠一杠六的 ADC 差点把我反杀了。呀，我感觉我有点问题。再躲一下。大十，来了。太他妈的通痛了呀！这个兵一拐早就给我打烂了。哎，好烦呀！杀他！我给狗头点燃了，吸不上来。呀，我打狗头怎么血他妈都不掉呀？我太他妈难接受了呀！你第一时间 Q 了。哦，炸了！打了，火的！我他妈的怎么 A 不出来呀？我操！哎，他有点麻，这寡妇有点麻。大师，来了，老弟，我们来了。软弱无力。呀呦，我他妈以为我是他爹！我要被尿了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敢叫你吗？哎，傻子！我们比谁呀？推了！你妈一个 Q 打了我半血。